要谢谢郭东彦教练。就是。贝加杰，加大乌沙，兄弟啊！我叫张之轩，我喜欢打棒球。重心跟过去来。我在龟山国中担任队长又兼投手。我的堂哥是兄弟象的游击手王胜伟。我国中迷上了一种网络游戏，叫全民打棒球。每天到晚咖十点多才回家。练球都是红身啊，一直想着游戏啊，接球都漏接，也打不到球啊。在，蛮凶的啊。他跟我讲说，如果你再这样玩下去的话，禁赛吧，我会放弃你。所以跟他们出去比赛有点难过，有点想放弃那种游戏，不要再玩了。去年我代表龟山国中棒球队得到全国联赛棒球冠军。我要谢谢郭东彦教练，如果他没有拉我一把，我可能早就已经不在棒球场上快乐地打棒球了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好好加油啊！加油！